起来吗？但我觉得说的没错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来来来了，可以的。他应该是享受被加油的吹气。哇！哇！还是加油！其实我们有那个玻璃门的钥匙哦，直接拿一个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小身体可以哦。欢迎来到女人我最大年度尾牙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帮你拿着，帮你拿着，我们特别哇，直接脱万华区来的，太高级的女人我最大，今天这个主题啊，哦，爽翻了，今天你们真的有做赛事才可以有，才可以真的，今天就等自己就不知道啊，哎，我们这个圈内啊，有这么帅的帅哥，那就会觉得赏心悦目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他们却有不为人知的长处。什么长处？哇，好兴奋哦！多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什么？什么多？就是长处有才华。干嘛？干嘛？才华动掉。妹妹啊，当妹。但我们是听大象叫，我先可以听一下树懒叫吗？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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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拉胡琴，或者是乐吹直笛，哦，乐器，哦，蛮多才艺的，写书法，哎，写书法，样样精通。那你呢？你没有？老师，我的这个才艺是朗读跟那个就是朗诵比赛冠军，哦，都是在朗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，都在朗。老师你好，我是吴宁。炸裂！炸裂！好啦。OK OK 好，你演员演员，老师我没有什么才艺，我就是大奶。不是，没有才艺就是我以前在学校乐队的时候，我是吹口风琴的，好会吹，好会吹。口风琴，你就说有一根边吹然后边弹，啊，厉害厉害。好吧，我们对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报名的四位男同学，帅气男同学，第一个。他就说他的才华就是唱歌，哎呦，唱歌，只有唱歌，那一定要唱很好，对，一定要都有现场啊，而且第一个出来就唱歌，对不对？你我们随便，你看才艺都比后面男生厉害，唱歌还是他唱那远人吹，我不行是不是？没带出来那姐，远人吹，我们那根没有带出来，那一根，好不行，那个是哪？你的那个没带出来，你的乐器啊，武器没带来，没问题，那就辛苦了。我们可以帮他和声，对对对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号带来的才艺表演，唱歌，唱歌。哇！手在抖哦，在紧张。是谁？是谁？爱的思念绵延不绝，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。但是你要加吧。爱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。承诺常常很像蝴蝶，美丽的飞。盘旋然后不见，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，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。太多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
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可能都没他唱的好，真的哎！你们今天要公平哦，对，好公平，因为你们的那个评分给的分数有怎么讲？最后第一名的同学决定他命运是不是？他的命运就是有三次女人我最大的机会，怎么得了？太好了！我是不是太激动了？好羡慕哦！好，我没认真，蛮认真的。你真的唱不错啦，唱得很好。真的不好，那个他面罩后面是不是看歌词，就是因为我那觉得有点斗鸡眼。你这样看得出来他斗鸡眼？在脱侧面看，在脱面罩之前是，请给分。好，好，这我可以给啊，直接贴他身上。哎，我们要贴哪里呢？身上的哪？我们自己选位置。我们自己选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还懂得跪下嘞。你哪有腰？我哪有腰？哎，你靠太近，你要像喂母奶是不是？吓死我了！是你靠太近吧？我是韩国一把搂过去，这里、这里、这里、这里，这边也要，这边也要。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这个胸可以哎，这个哦哦，快一块的。哦，你摸重点，那才是重点。我摸到一块块啊，一块一块的，像豆腐干的，像你的键盘。对，圆圆你弹一下，圆圆你弹一下它，你弹一下。好了，吉他好会，圆圆好会弹，得了。对耶，哎，真的很大块哎，肌肉很硬哎，哦，好硬的。那我帮它贴在这好了，贴在肚子。其实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刚刚掉了，再贴一次。太大力了，太多了吧？真的很大块，哎，是比较小，其他部位。哦，哎，不是，我发现你们四个怎么样？他根本不用唱歌，他出来给摸就给分了。哎，我们来演舞台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有这样的福利。对啊，摸就摸，这个现在凯蒂多累，你看，他就专找一些很硬的地方。对啊，大腿粗壮哦。哇哦。其实他是谁？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有了啦，哇塞，没有失望。哎呀，不错哎，他是团体出身的嘛，会唱歌。好好好好，这不是今天到比赛到这就可以结束了吗？因为你说还有第二阶段哦，后面还有三个。来。接受挑战了，就是看他们表现如何。来啊，你目前很高分吗？也不过才四分呢。给他，至少有分数了。好了，来，我们欢迎二号。请准备，请他们，哇！刚刚没有说可以先做这些，好奇怪。你自己设定啊。对啊，自己设对。大哥，大哥，二号大哥，请问你的才艺是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才艺？啊啊！那个很老派的姿势，然后指向了一台机。对啊，你这个 pose， 你是要扛娃娃机吗？他修娃娃机，他修娃娃机。哦，扛娃娃机深蹲，哇！夹夹哦，对，你会很会夹哦，算蛮厉害的。到底有多会夹呢？你选一个，你指定一个，哎呀，指定一个梅啊，然后他陪你说：“哥哥，我想要那一只，哥哥，我想要那一个，请你帮我夹。”哥哥帮我夹。谁是你哥哥？哥哥，哥哥，耶！小优，谢谢。哎，小优要的夹很紧的，你怎么选到一个麦哥来了？对，我怕小优胃口太好，会夹，我很会夹。我先给你一个简单的，我要这个爱心的两次要夹到，可以？两次，好了，三次，三次，三次还叫才艺表演？对呀，那个很厉害，不是一夹就要起来吗？那我觉得说的没错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可以的。松了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！第二次，尴尬。应该是享受被加油锤击。哇！哇！你剩最后一次喽，还不到惩罚哦，才艺很特别。
你要把它搬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加油，加油！是不是面具影响他的视线？是不是？我也在想，对，是没办法对焦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失败啊！失败啦！失败了，第四次，第四次，不放弃，还是加油？其实我们有那个玻璃门的钥匙。直接拿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咬身体可以啊！哎，掉下警察了，警报器响了，警报器响了，哎，掉下来了耶！这边会被抓的，会被金属抓的啦！你刚才用摇的啦！哎，董明君是，你要不要救援啊？你要不要救援啊？你很会啊！五次哎，五次这样算过，那应该其实让我们女生都来试试，对啊，就是女生一次夹，这边姐你会不会？你来夹看，不会，就是你不会，然后你都夹到一次，你就比较强。哦、oh, ，你教一下姬美姐吧。姬美姐来夹夹看好了，其实很简单，你看中目标就下了。他夹了五次，他还夹到，还用推的哦。你要哦，一次四十块，一次十块，一次十块。哇，你刚刚真的五十块浪费，这是假钱哎，没有代币，代币，代币。不是假钱，要去报警。姐，你没有去游乐场玩过，这代币啊，要投哪一个？这个。连头哪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金美姐人生第一次夹吗？然后呢？你对准，对准，然后按摇杆，摇杆，对，猫头，猫头，哈！过去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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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，好，再一点，过去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到那里一点。它摇杆，再有一点，对，而且一点点，好，还是摇杆有怎样速度限制？有秒数，有秒数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很难吧？有含住，有含住。可是我觉得有机会，有含住。好，换我，换我。哎，海芬姐，我跟你，他们很会夹，会一直咬。请问一下，才艺表演，然后准备一盘。要夹猫是不是？对啊，猫已经起来了。过去，过去，要定。加油，加油！我可以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专门夹头的地方，那它咬很深哦。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。好，看下一个，谢谢。来夹到可以获得三个通告。我跟你讲，要很会摇啦。我怎么摇？什么叫很会摇？对啊，这样晃，这样子要这样子吗？真的要？你可以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吗？没有，真的，那种很会夹娃娃都是这样子。对，都会晃。左头晃。慢慢晃。哎呦，我觉得可以。哎，可以哦，你面积很广，面积很广。可以，可以。这样五秒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抓头，抓头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加油！什么意思？天哪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把我们定位都推走了啦！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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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你们这个傲娇，可以不要，可以，你们这个傲娇，哎，二号，二号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机会哦！哦，好累，假的太弱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还是怎样？跳起来，跳下来哟！你们很后悔说你的才艺是这个，感觉太松了。哎呦哎呦！啊！好了啦，他唱我还要重来，他已经太崩溃了。放弃吧，好可怜啊！二号，二号放弃，他连爪子都躺下来了。是本人已经放弃了，爪子都六点半了。你背影好凄凉哦，爪子夹了一个寂寞。还要夹？老师给他一个噔噔噔。太久了啦！都明君熙，都明君，最后一次了啦。都明君要回他的。我们给他一台 GoPro， 让他在另外一个房间拍番外片。他连喊出都没有办法喊呢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你那个娃娃。都没起来，夹住都没有，他连夹都没有，对，还不够到底呢，到底没有，要不要给分？虽然我们是竞争的那个，但是我还是要看他那么可怜。既然他要给分钱，还是可以去摸一下，他是很难，真的。还是要摸吗？连摸都不要摸，他连摸都不想摸。你前面那个才艺让我们都不想摸了。对啊，我们已经熄火了，熄火了。目前零分，确定零分吗？我好，那就靠他的帅气咯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
对，给我们一些动力吧。超帅。对啊。是谁呢？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可惜了啦，你干嘛要这个假娃娃嘞？我真的超可惜的这个才艺，你就出来说，我的才艺是按摩，都可能给两颗星。按摩可以耶，可以。按摩亲密互动可以耶，真的。你夹过最夸张的是？刺激不强。我娃娃比较少夹，我是夹公仔。我公仔，因为公仔不是都公仔吗？没有，这是娃娃，是娃娃。公仔就是用盒子装，盒子装的那种更难。我曾经2000出了12盒，哇，什么东西？2000块夹到12盒公仔啊，蛮厉害，这么闲呐？所以他才急着要三次通道。我跟你讲。你本来一个月可能就有5次通告，对对，那因为你这项才艺，你可能5次都没有，被扣掉了，被扣掉了，是不是？有要给分的吗？这个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会有加分题，好加分题，好好想一下，好，要夹哪一只？再夹我就揍你。冷静，冷静。史上第一次女主持人揍来宾，哎，以后他转行去做这个机台的机组，才艺烂的走，怎么办呢？那我们还要看3号、4号哦。啊，3号、4号可能是捞金鱼比赛，捞金鱼，或是射气球，射气球。哎，你比赛射气球，说不定还比较准，真的，还蛮会射的哦，很会射气球。你不早讲。他很可惜的啊，真是。大家喝一口茶，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期待3号带来的才艺表演。哇，好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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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嘛？在干嘛？他是不是需要帮忙？我觉得他是需要帮忙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吗？哎，他孔刘切跳包大哥的歌。舞步好老，对，就是跳我那个黄伟明大哥的跑跑跑。欢迎来到女人我最大年度尾牙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帮你拿走，帮你拿着。我们特别从直接跳万华区请来的。有带现金吗？有代币。哦，有代币，代币。代币是这个。圆圆好害羞呢。圆圆，太3D了，太3D了。哎呦，好大哦，真的。怎么没有节奏？哇！我们尾牙已经结束了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妖力，烽火怎么样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呀，笑死了！好辛苦哦。请贴你的爱心。现在贴是不是？好积极哦。来来来来，我们等好久了。小优，你赶时间啊？对啊，来了。调的嘞，幅度更老派。真的？哎，怎么跟泡泡跟廖俊的组合很像？哎呀，同学还不知道泡泡是谁。哎，这个真的可以，太厉害了！哎，他毛好多。毛好多，毛不错耶，毛不错。你是在买猪肉？哇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胸部比我大。圆圆吗？圆圆。酸酸的。他这样就是看圆圆，圆哎，圆圆不给。我告诉你，圆圆这叫致命轻功。圆圆他就是哎呀，跪给谁？真的。没有这个里面，没有我真的贴这边。喜欢男生比较内向的。哦，你喜欢内向。OK。放荡不羁，因为我们的节目是还是希望这，你把她当女的嘛，你把她当女生嘛，对，她就是我们有些限制级的不能给小朋友看到，所以我们要贴这里哦，贴起来，贴住，不能露点，对，来喽，
他是谁？一定要一直蠕动，这么爱蠕动，真的停不下来哎。对，而且这么老派。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才艺到底是什么？刚刚那个艳舞啊，跳艳舞啊，猛男秀啊，你还在乎啊？会不会是梁鹤去？啊，小梁哥有这个身材。哇，那就这故事就很励志了。好的，一，他练成二三，哇！你没有穿衣服还一头汗，我一出来就是超冷的，可是现在又热了，热了，看你们的爱，耶，温暖哦，好辛苦啊，这满头汗。你是这个舞跟谁学的？好老派啊，而且说实在没有在 tempo 上，真的，巴西人不是都很有节奏感吗？可是这个应该是说我这次表演的是比较要主重，就是拖就对了，哦，音乐不重要，节拍不重要。小鱼，你给我多少？我给你两颗，他们都两颗，两颗，多很多。如果你要多拿几颗，我们后面还有五颗星的，就是整场都不能把衣服穿上去，就有机会整场可以。不要冷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们今天穿起来，我们今天体感只有那个，五度而已。辛苦，好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一头汗啊，对啊，真的，你要不要到那个衣橱里面暖一下？好的。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四号的才艺表演。哇，好浪漫哦！他跟你们一样穿的彩色，对啊，这还是我们的主唱，我们是 dancer。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，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等你说今天的烦恼，等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？欸，超细的耶！我觉得我们四个人站旁边可以帮一起唱，大棒棒，对啊，我们都是奶茶。那你再唱一次，当你和明，哎，快版的哦，五六七八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快点，快点，快一点！哎，我觉得你们比较适合刚刚舞阳的那个音乐。为什么跳你们都不来？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没有，请给分。我小心的，请给分。这我觉得那个女演员会给很多分，因为她很喜欢内向。演员，你还有很多颗哎，太害羞了。我们客家不能换钱的，你会贴完啊？我想说，是不是客家人？你还很多心，你很烦。其实你们要贴我台币就对了嘛。哦，演员给三，演员给三颗那么多。你的改币台币啦，来六台币啦！说你们给我们的改币就台币台币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目前他最高分是不是？七分呢？到底是谁啊？好期待哦！七分，到底是谁呢？最后一位四号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会不会很拉扯？不会，有了有了，中间有一点偏。再怎么样都比吊娃娃好了。这是那个安慰的票。你等一张嘴就赢了我的全身材耶。对，不用胸肌。对，就是帅啊。没有身材啊，身材。你应该快速减法，有没有？对，我就说边唱，我当你的眼睛。好像还不错，对啊，然后怎样都 key 感，然后电棒这样卷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目前他是最高分的，好厉害哦！对，我们要加油哎。那我们比较紧张的是后面这几位啦，对啊，还有零分的嘞，再给最后一次机会加分题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一号 JR 哦，加分题，加分，各位，加油加油！加分，加分，加分！可以可以可以！
侧面，侧面。哎哎呦，女主角帮男人加油加油，上来。啊！他亲到嘴啊！那你们。越狱送给大家。心痛，心痛，根本不算什么什么。我是困兽，困兽，到底怎么挣脱，挣脱？我们之间隔了一条线，隔了两个世界。梦想的未来不是你能给，现在一边充满偏见。我活该沉沦，被当鼠辈，身不由己的很犯贱，只能一路往下坠。抢地盘，黑吃黑，嘲讽。用义气决定是与非，什么肝肠寸断，伟大诗篇全是强误会，山江湖谁长命百岁，面目全非。还记得那蔚蓝的天空，我咆哮，我飞过，就像烟火。当追逐自由变成魔咒，越深要越是折磨，越别回头。什么什么？不是困兽，困兽，到底怎么挣脱？挣脱？哦！耶！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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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评一下，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那个 JR 的跳舞的卡点让我觉得 看你跳舞的人很爽。这五分我们要 hold 着，对不对？ hold 着，先想，先想一下，先想一下，先不要冲动。我觉得不要冲动是二号。对，我们刚刚蛮替他觉得很替他在二号。我想说你待会儿到底要干嘛？对，托你能不能起死回生？你如果真的把娃娃机扛起来也是可以。真的，我今天要加分嘞。深蹲。2021，我们说了，我们决定要说好话，我们要做很多善事。对，没错没错。2021的二号，求你拜托。加油，兄弟，求你拜一下。真的，如果怎么样，你还没有得分的话。你要进娃娃机被大家夹，好惨，好不容易跳这一台机来，你晒他的是，娜娜晒一夹夹满他，来欢迎叶明带来的加分题。我的加分题是双人健身。双人健身，对，双人健身就是两个会有一些互动。哦，你来我们节目这么多次，我就觉得你真的是最好笑。哎，你今天是谐星哎，真的，我们才知道你是谐星。我要靠这个加分题扳回来。好，摸头。对，所以人是在柜子里吗？没有。哎，你要我瑜伽垫已经准备好。你要认真哦，不然你的经纪人已经去跟银行贷款，要把这一集拿回去。你找一个哦，你要现场找一个，现场找一个，好，那就海芬，海芬，我，双人健身，双人健身，瑜伽健身，是考我不考他？哎，我最不会了，喂，要把我抬起来吗？侧面，侧面。哎呀哎呀哎！我是雕了个屁股，大家看到可以拍给大家看我屁股吗？哦，对，哎呀，我觉得你太帅，不要这么的夸。新年快乐，什么？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就这样啊？扭转乾坤。还有，还有是不是？还有，雕我都出汗了，你出什么汗啊？你又没用力。哎，我很用力。然后呢？因为我超害羞的。接下来呢？然后接下来呢？我要仰卧起坐，然后请海芬帮我压着我的脚。哦，压哦，稍微稍微压，只压着你的脚。OK， 压着你的脚可以。要不然呢？要压哪里的？你想去哪？哦，怎么会这么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哎，好，压着你的脚。哦，只要压就可以吗？对。韩剧里面桥段，女主角帮男。
他亲到嘴啊！那你们应该放一个什么在这边呢？在亲吻。你真的要亲吻？所以你眼神太认真了啦！海芳姐害羞了。他把你当，他把你当娃娃，娃娃，他夹你。哎，我这满头汗呢。哎，我今天坏了，我来。可以吗？这什么社会啊？位置走，位置真好。改地了啦！好害羞。哎，要换人，换人，换改地了。换改地了，太快了吧？再五分钟啊！太久了。哎，快碰到了。快弄到。改地，快碰到。改地，换你改地。哎，好害羞。哎，这个被人喂的。静香，玩的概念，静香。我要起不来了。你肚子要炸裂！好，音乐又变回来了，那应该是人的关系哦。他演他讲我在大拍照，好笑哦！演员。哎，他这次表情有认真，而且他身体很香哎，在后面排。张彦明都不喘哎。后面排队。哎，他坐底下啦。这是什么一个摊位是不是？哥加油哦！袁瑶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就不要出什么夹娃娃机了。来一次十块。演员，快点，时间到了。10块，你换我们换什么？演员，今天就是拿他的。快点，这画面好有感觉哦 ！CPR， 很多韩剧的最后一集都这样 ending 的。为什么我的音乐都下飞走了？叶明腹肌要炸裂，真的你至少有加分到吧？我们先不能告诉你。哦，还有别的姿势吗？没了。别的姿势，别的姿势。小云帮你，小云想要帮你搬娃娃机进来。叶明，这一块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也是小云帮他铺的哦。可以。哦，那我现在有一个，你确定是要进他？对，你确定要进他？我们天蝎座不会见死不救的，我一定要教他一招新的。哇，这个很害羞哎。哎，怎样？现在因为我刚才是我躺着，女生帮我按脚，那现在女生躺着，我做俯卧撑。一样，来，海芬，小云，又是我，不是轮着来啊，轮着来。哎，如果真的张敏亲到我，就包红包给你。你想说这是他节目上的第一次亲到长辈，只有小优去，小优等下过去才要包红包啦。怎么啦？请问我脚是要放好，还是我脚要打开？因为我比较没什么经验，好不好？太多细节了啦。要捶下，捶最。五下就好，好，下了。还在吗？哎，最后面的最有可能下降，你确定你要第二个吗？停，我可以当第二个吗？拉出来，来，你要继续 hold 着，你要 hold 着，然后你手给我，然后把你拉出来。对。下一个。那个是什么游乐园的器材吗？什么？老师，这个音乐，好倒霉啊！你们，哎，我觉得他快没体力了耶。这是不是一个仪式啊？有出去，小心曝光。哎，你是快没体力了。Okay。好开心。叶明都不会喘呢，天哪，好哎，很厉害耶！可以，他的那个很棒。停，就会给他挑战他，有人坐上去。我会曝光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哎，可怕啊！我跟他接下会亲到演员，因为他已经没力了。对，哇，人体拱桥，硬气，还单手。这个。哇，这个！哎，我觉得你们他我为什么要帮他想这个？他好爽哦，真的，你可以打福利耶，哦，好自然哦，单手，他穿好久哦，等还有我。
我奶奶很高。哎、欸，手臂手臂。对，新美姐看个数字，我奶很高。你要往，这个最新美姐的胸口干嘛？再往上点，再往上点。没有没有，你我喜欢。哎、欸，单脚哎，单脚哎。来了，有报告，有吗？小心。我问你们，这种男生他死在我胸口，是算自杀还是他杀？这个情杀案的现场，可能小优来了，放了音乐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这叫做安乐死。好好笑。哎呦！哎呦！加分，有加分。我应该会想把刚刚要给吴洋的一分再给他想。哦，我刚刚想投给他，因为实用性太低，所以我投给实用性比较高。哦，对，好，吴洋又是我的 CP， 怎么办？哦，飞出来是很厉害，真的很难选，但是。我有啊，你分数已经很高了哎，啊，你分数已经很高了，所以你确定？没有，我还是要拼。好，拼一下五羊带来的才艺表演。其实我今天本来要带来的表演就是在巴西，哎，干嘛笑？不是你这样子，你这样讲相声是不是？就是我本来在巴西表演的，我巴西那时候其实是个非常的有知名度的一个表演者。你真的吗？那我表演的内容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个 VCR。好的，还有 VCR。最近很帅，有备而来哦。哇！哦，这是他哦。对。哇，舞很难哎。对啊。哇，这个套字耶。哇哇。哇。哇。不容易。那你们现在跟的这个危险度很高，我们练习的。我这次负责就是巴西各种大的活动。然后负责所有的货物团队的，货物，货物，货物，哇，好会喷哦！不是因为你说你在哪里练习？就是在桃园的公园那边。巴西有桃园？不不不不不，那影片我是在桃园拍的。哦，可是这个是我在巴西的时候表演的。哦。然后今天因为电视台就是不能表演货物嘛，所以就是准备另外一个道具。好，那就直接一边放了嘛。啊。好特别的 Q 吧，太棒了吧？是浪漫的啊！哇，帅，这很难好不好？不简单呐，好顺畅哦！有帅哎，我也有哎，有哎，好利落哎，还可以表演那个风力发电。因为像之前有练过这种火舞，要裸体更帅。啊，裸体。我们这边就会在喷烂，三十灼伤。哇哦，哇哦，好会耶，帅帅帅！哇，新美姐很棒，不会不会，很怕灰尘，对，一直在打喷嚏。哦，哇哦，棒棒哦 ，nice， 哦，哇，好。目前最高分的他都要。有加分题了，真的呀 ，Ryan， 你的才艺表演是我的这个，我觉得蛮厉害，而且男生女生功厉害，都要学。哦，所有的现场的人都要跟你学。对，这是男，你的意思说男生最弱的项目？他说要拍照，我觉得男生会比较弱啊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超级重要的，因为你如果会拍照，女生出去都平常工作的时候拍一些业配，因为我很常或是朋友帮忙拍，因为很多男朋友都把女朋友拍成五五比，而超多，对，而且一群女生出去，还是因为你本来就五五比，是拍的，那叫我的小优，你知道五羊很会拍照哎，哦真的，他是摄影师，摄影师哎，哇。哎，我关公面前耍他，然后我先，反正我们两个拍法不太一样，好，我先拍拍看，好，你先，不然你就叫，哎，这样，不然啊，彦明好了，彦明先来，跟他多表现，我来拍，
我操，你先拍一张，然后我再拍一张。你就比较啊，对啊，因为明今天在节目秀下限了。拍凯蒂好了，拍我很好拍，我跟你讲不会拍胖，我很好拍的，所以他那么瘦是你的问题喽，是不是？我很好拍，我拍把我拍胖就是你的问题。还有，不要紧张，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不是要低下来啊？没有在问的。哎，这个是不是按的？哎，漂亮。这个没有，你用那广角，你用那广角了。是有用美机还是正常？你还用广角，美机美机，这样正常。好，其实拍照会不会拍没有关系，就是拍照的时候嘴巴可以闭起来了。张一鸣，好，哇哦，哎，我觉得拍的不错，感觉角度好像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吗？不行，给镜头看，有人说不行就真的不行。看一下，完美，有人很认真的说。真的不行啊，那不行。来来来来来，专业来了，专业来了，来试一下。按照刚刚又扣分了。对，来，我想先跟大家说，因为通常拍照有三个地方很重要，第一个是构图，就是我们的景很重要。然后在第二个呢，就是人的 pose， 就是还要指导他大概动作要脚要怎么伸，对，这很重要。然后再来就是手机的角度。哎，真的哎，海蒂好会笑这种假笑的。来来来，再来再来再来，阳光假笑，加油 ，fighting， 炸裂炸裂，沙拉海哟，沙拉海哟，好会哟，卡哇伊，完美笑，下面下面下面，我在笑啊，好，好，麻烦老师给导播看一下，看一下作品哦，选一张最满意的哦，哎呦哎，不错不错，哎，这个真的不用修图直接 po 嘞，哦好。不可以商量哦，不商量的，不商量的哦。好，请男生就位到前面来。哇，这个真的蛮难的耶。好，大家想啊，好难哦，哎，真的很难哎。你的最后那五分要给谁？男生最后来枪毙对谁呢？哎，真的超难的耶。好，其实现在不管怎么样，那个谁叶明都输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不一定哦。没有啊，他们都比你厉害啊！你看那谁就七分了耶，五四二十，这里不知道有谁的一分掉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圆圆，好难选，你的五分要给谁？啊，我先吗？对，就是你先。可我有两个，我有六分，然后我想，哦，你还有剩的。圆圆，我的心在跳哦，你看。我应该会想把刚刚要给吴阳的一分再给他。哇，吴阳又多一分了。演员很善良，然后五分，加油！哦，厉害！谁谁？他喜欢饶舌的。好，凯蒂，这很难哎。哦，这真的很难。可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唱跳真的很厉害，但是有一个但是就是你唱跳给我们看啊。不是不是，因为平常很少用得到。很少，你看，很少，还一起在用到什么腔？很少，就是通常他这样的才艺表演去带他去唱歌，然后或者是去。就是去一些场合啦，譬如我生日，可能就是去一些场合的变卖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是少说话比较好。我没有，我知道要说什么啦。没有，照你自己的感觉，没有压力。不是，因为我有戴了牙套，所以我你也刚开始我会顶到。我很想投给他，但是因为实用性太低，所以我投给实用性比较好。对，再出去就有很开心。好的，对对，工作来。哇，这真的很难呢！大家都说我有自信的话，对我只剩五分，因为我还有七分，真的很难哈。啊，五羊又是我的 CP， 怎么办？拍手也是很厉害，真的很难选。但是你们想到叶明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一集就是整人节目，叶明一票都没有得，他哭我们就说下台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哎呦！但是因为我觉得，就是你要想哦，五羊他是刚好那个火这边不能表演，如果真的在这边可以表演那个火，我真的很厉害，真的，所以我给。可以了，再多摸一下。我们看看叶明的脸，好不好？叶明，其实你不要笑。叶明，你可以不要笑，他等一下。叶明，加油！还有机会，加分加分。哎，叶明躺着我们贴吗？加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最后最后最后的重点，这边要给叶明的，好坏的，我可以得到你最后。有没有最后还准备给他？我的很，哎，我现在有七分，七分还有七分。我出道到现在二十多年哦，我是出了名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我出道到现在二十多年哦。
我是出了名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真的，我没有在随便就是。也不是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觉得那个 JR 我认识他，进步很多。嗯，是。从你看他现在出道20年了，还可以这样唱唱。17你可以讲，我是这一份真的必须。谢谢。那我没有这份没有给武阳的原因是，我觉得他只是拿他的专业的。吃饭的家伙拿来训，所以你没有练习。这个是你本来就很会的，给你就觉得给这种要练习的人，就是要给他们点机会。谢谢。对，那这5分我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他的衣服全黑，都什么都没。我觉得，我跟你讲，就算他拿最高的你的5分，对，他也是最后一名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这边很有吗？对呀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给人家多一点分呐。因为我觉得大过年的，你知道？你知道我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去永联寺拜拜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一定不能当坏人。所以他今天表演的再烂，我们都同情他。对，我们这是香火钱的概念，好不好？来，香油钱给你。哇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胖。我们这边要贴米缸上面的那个符的概念。对啦。所以老师是第一名哦，对，他应该第一名。天哪！所以我被我尿中，他一个月有14通告，30，反而更少。耶，现在这个月只能录3次哦。然后我想把外套脱给燕萍。啊，老师，太老师太强了，好感动。感动哦。对啊，真的很意外，老师真的很厉害，老师唱歌真的很强。那你看燕萍的脸，有什么话要说？兄弟。燕萍，你以后就不来了。老师，老师，你一个月又来10次，那3次给我。3次，3次帮你来弄头发。对，也可以。谢谢，恭喜赖老师。谢谢，很棒恭喜，就是赖老师。